Hello， 我蒋哥，今天来改这台麦斯威尔阿斯坡啊，这台车要30万啊，30万到40万，算是还蛮便宜的车款啊。我再来看一下，年轻只有一次啊，何不用你的每一分钟，将那台小不拉几的烂车换成一辆你可以彰显你的品味跟俗气感。OK， 那这台车呢，好像是某一台车去改装的。 Anyway， 我们就把它来改装一下吧。哒啦，上车咯。它是一台小型汽车，非常小台。好了，我们的护具不改它，我们看一下车体是什么。哦，它可以移除边饰的饰边。OK， 那还可以加上颜色，碳纤四边，我觉得移除吧，移除，然后刹车就给它满，满才一点点，真的才一点点啊。Anyway， 我们的前保险杆是什么？哇，好大哦，哇哦，感觉很耐撞哦。这个引擎给它弄得好，才四格。这个什么？这什么？这后面的，哦，这感觉好像很厉害哦。哇，比赛级的保险杆的，它的排气管有四颗啊。这个大灯是什么？大灯有什么？塑胶，碳纤的。这个大灯罩，全灯罩，它是怎样？它是遮住一半是吗？一半，它引擎盖有什么特别的、啊？哦，它把它可以把它拿起来、哦。我先保持原厂，因为等一下要上色。车灯的大灯换什么？换哦，白色，白色，白色好，白色好啊！这个颜色，七彩玲珑的，换个好像还不错哎，我觉得我们来换个颜色。对对，涂装很什么？这个很好笑，好不好？超好笑，这什么颜色？淡色调，雪碧全满。69哎，我的 lucky number。不加入，这个像爱迪达哎。没得选。吧，我们就选择一下吧。Pussycat， 小型杂志。啊，为什么颜色的那么丑啊？为什么这样怎么选？这个好，这个就雪碧吧，雪碧。进去给它换个绿色啊。绿色，这样好看吗？这样好像也还好哎。算了，现在我不能选哦。不能选那颜色。这样怎么可以？好，再换个涂装啊。这涂装不能选，69。啊，这个好哎。那什么颜色好看？这个比较亮，先这样。副色调是什么？副色调在哪里？它是在这个车镜的位置啊。用这样子吧。装潢是什么？装潢颜色换掉哦，全部的颜色都换了。哇，我觉得它很适合那个哎。是那个拼装色啊，这个 logo 在这里。哇，居然这样子，好吧，我们的就它吧。我觉得这还蛮好笑的，因为车里面颜色的好像全部都可以换，所以好像这个颜色还行。车
厅有什么？加了一个车顶箱。就它了，这好香的颜色哦。没得选，好吧，就它吧，就它吧，就它。黄色的盖子啊，哇，好大！巡回赛，这好甩吗？这个？哇，还有车厢，这是可以放喇叭、放音乐出来。这很高级耶，这个涡轮干嘛？涡轮增加加速的。啊，先这样吧。这个颜色真的，我真的觉得很丑。走了，去试车一下，试看效果怎么样。又是晚上了。哇，好亮的大灯哦！那我试试看哦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开音乐，不晓得它的盖子打开会怎么样。哇，酷！酷，可以打开呢。好好，来来来，试车试车试车。起步很慢啊，这台车。打滑哦，不能急转弯。哎呦呀，马上刮花了啦 ！Oh no！ 我本来想要急转弯的，说来试试看，试试看。不行啊，这台车不好转，这台车不适合做特技。啊，糟了！哇哦，车子坏了！哦，居然开错边了。他车子是歪掉了，然后玻璃碎掉啊，真的是很瞎，你知道吗？你看，好好的一部车被我撞成这样，而且还凹下去，我的车头灯坏了一边啊。车子很好笑啊，这个它整个变形。你再还不行转，这台车真的是不好用。哇，卡住了、哦！开太快会打滑，来急转。啊！可以，那我吃力哦他。哎，如果这个直接拍封面会怎么样？居然蛮好笑的。转，好了，这台车真的不适合急转弯。OK， 那喜欢这个影片，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帮我多多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那先这样啦，拜拜。